现在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福宝呢？福宝的话是在这儿的50天了，在试运期。虽然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因为海龟的淡熊猫的话，我们会经过两个时期，一个是隔离检疫，一个是适应期。因为隔离检疫的话和这个适应期的话，它不是它是有区别的。从这个卫生防疫，防隔绝我们的从海外传入这个传染病啊，还有疾病。然后适应期呢，主要是依托这个熊猫它的对环境的一个适应，对食物的一个适应，对人的一个适应。那么它是时间相对比较长，所以我们对近期对这个福宝的这个评估啊，它的适应是还是挺好的。进展的评估的话，我们会在近期择机来把它转移到我们的开放区。也希望大家给我们时间，给福宝时间，也欢迎大家到神树坪基地来看